大家好，这里是广西南宁，时间来到2023年12月8号的下午了，现在室外的气温高达26度，在所谓的冬天啊，其实这样的气温在广西南宁却很常见，毕竟呢，在强寒潮没有爆发之前呢，这里的气温也会升得比较高，所以我可以身穿短袖来为您播报。南宁这里是以长夏无冬、春秋相连而著称，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冬天，但是却不妨碍我们把秋天当作冬天来叫，因为这样才能让自己的一年四季比较完整，也体会一下所谓冬的乐趣吧。但是看看画面上面的这些鲜花盛开的非常可爱啊，您看这样的气温怎不叫人舒适呢？眼下的时节已经接近冬至了，那冬至呢是白昼最短夜晚最长的时候，所以一年到头啊，也就是这段时间呢，太阳比较接近地平线，在这样的一个斜角之下呢，拍出来的画面也更有质感。在拍照的这个时辰呢，很多人非常勤劳，已经锻炼去了，那我呢也要去锻炼锻炼。好，欢迎收藏、点赞、转发我的视频，经常喜欢看我的内容呢，可以在下面留言。